位购车志的朋友，大家好。我是 Skoda 台湾，我是 Raymond。今天很荣幸跟各位介绍一下 Skoda 今年的全新年度的新车，就是 Skoda Octavia。那这台是 Octavia 的控笔，售价105.8万。那它这台车在上市以后，得到英国的媒体、德国的媒体都认为它是最佳的房车。那所以包含这台车是旅行车。那这台车配备的1.4公升涡轮增压缸内直喷引擎，所以它的极速可以高达216公里。那它的0到100公里加速也只要8.3秒。那空间是它的优势之一，包含安全在内，空间绝对足够坐5个人，而且实实在在的5个人都能够舒舒服服的坐在这里面。它的安全也通过欧洲 NCAP 的5颗星，包含全车系的6颗气囊，确保家里的每一个人能够得到安全的保障。这台车另外一项优点就是它里面有超多的超大的置物空间，包含它的行李箱容积，这台车高达610公升，尤其是门边上面有超过1.5公升的大型饮料架，后座也有500cc 的饮料架，所以就算是水壶、麦当劳的霸王杯都不会是问题。这台车还包括全景式的天窗，另外除了1.4的引擎以外，它还包括了其他不同的车型，包含了性能版的旅行车，然后越野版的旅行车，好，还包含性能版的房车、性能版的轿车，都通通在里面。我们可以这样讲，目前业界几乎是最多的选项，包含你要轿车、旅行车、越野车，甚至于你要小引擎、柴油引擎、大马力的引擎，通通一应俱全，整个车辆的选项。可以说是，我们可以这样讲，一定找到一台车符合您的要求。